没有在怕的啊，八号村不了这一层，他、啊、干什么没有？没有什么。哦，若隐跟着我哎、欸。坦克嘞？再见了，起飞了。哦，我看到有人飞起来了。哎，有问题了。他、啊、为什么没有烧到？是谁把他命中？好像是我们自己能力太弱了。有啦，有两只烧到了。怎么办？换接。啊，跑错边了。嗯，李老师，我摸不太清楚他、欸，他到底要什么东西，我都不太清楚。但我也没有前人，我也没有前人的论文可以参考一下。哦，对啊，你没有前场的尸体可以参。我刚刚看了一下年首日的论文的那个 abstract 摘要，它只有六行中文字而已。六行。啊啊啊啊啊！以为是炸药吗？哦，谁在我这附近？然后其他人其他人的每一章节第一小节，他妈一页到两页，他妈我已经十页了。啊！按错键啦 ，replay 啦。你说我怎么狗屁啊？看，干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大哥，看看。啊，浩存，浩存。That you this。打字按错键。抽。还要躺在地上抽。我看到，浩存在那边游移。啊，不是你带了几只坦克在那边卡位？没有错嘞。动啊！啊，干老师！哦，你们在我这边。妈已经抓了哦！等于刚刚体罚的问题解决了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感觉没那么快。哦，所以你要开门，不用放锁门。我要锁门啊！我就刚才在等他们锁门呢、啊。我说讲这么快哦？啊？讲这么快、啊？只是我没有在旁边听啊，我在办公室伺机而动。感觉不是都要好几个小时。哎呦，贵老师，怎么又在这里遇到你？哦，感觉应该还有后续的。干，浩存在那边。还是校长掏钱？应该是不会，但我要躺在地上啊！啊嘎！知道。不用担心、那個，你爬起来还有另外一场灾难等着你。因为那个家长不是一直这样啊。是啊。他怎么样了、啊？所以到底是怎么样？他小孩被体罚，然后哎，他，然后小孩有受伤啊，然后家长就很生气。哎对，然后跑。那为什么家长不是第一次？那小孩不是第一次才对吧？哎、欸，那个家长蛮脾气就怪怪的，我觉得。那个学生应该也，对，就是皮啊。然后我也不知道到底。他到底怎么体罚的？好戏。本来就哎，不知道。本来，我在幼稚园啊，然后那个，然后带那个老师，那个男老师他两个女儿，幼稚园。然后突然，他妈妈是也是学校老师啊，就被call过去。然后后来电话打回来就说：“浩姐，你先帮我顾一下我两个女儿啊。”没有问题，拿童军绳马上绑在椅子上。哎、欸，乱、欸、鸡吧！要换我要去整容。这两个女儿就交给我。
然后后来，校长也来了，主任也来了，家长也来了，十年养成计划，自己都快养到二十了，还是十年。哦，好，好，看看看看，挂墙边，那个菜鱼吗？欸，异能办法会加重二分之一行者哦，换成小心。是啊，会。嗯，就跟军人很像啊，军人不是什么判军法，军法还是比较重的那种。对啊，异能也是，异能也是，他可是他就是会加重。不一定是二分之一啊，会反正它会有一种条款。看我们的夜商要经过烈火的考验了、啊。我看是不是什么超速什么都算？超速，欸，那個、好像也算哦。啊，如果是跟，反正如果一些特殊的事件，像是什么，欸，像今天去上那个课，他如果像是性侵的话，好像是他性侵里面有一条是什么？利用职责888，异能也算在里面。他那个其实算给是老师那种的，没有什么狼师啊，或什么利用要帮女学生克服，然后之类类似这样类似这样的情节，他那种会加重。啊，如果是异能的话，也算在那里面。利用异能的，对对对，因为异能的执勤里面有就是有包括学生，坦克不要过来，你不是女学生。看，哦，干！我躺在火里烧啊！最近花莲被推，也是好几个硬男出包啊！那教官被定了蛮多包啊！被两个肉团不累。谁啊？出包。有的是，有的是学校出事，然后硬男都没有讲，都没有通报，然后教官是。应该是被上面人电了，然后或者是看了报纸才发现自己管区的学校发生问题。那天教官很在烂里面打一大堆字，说你们那个你们有负责什么？反正他讲一大堆，就是你有学校有问题的时候，你要通报给教官。哎，也不好干。可是有些事情，那学校自己又压下来，你也不知道啊。我们学生被霸凌，然后有一男也不知道啊，然后就突然他也是一男说：“看，我也是看报纸才知道。”早上看报纸，还有什么？也有一男偷拍啊，超扯！什么？真的偷拍女老师？偷拍女老师不行啊！真的，最近这个是偷拍女老师，直接法办了、啊。之前有更扯的，那个是就跟女学生那个发生关系，我靠！你要快逃啊！之前那个更猛，小六生都吃下去了，看萝莉控。小六生应该已经，他人生已经完了。我靠！怎么今天一直都遇到鬼啊？左闪右闪，我靠！要没闪过去，阿珍啊，阿干了，已经达成成就了。啊，是萝莉控，叮，一个奖杯跳出来。那个上报纸啊，这种通常都有上报纸。狼师，前阵子，前一个月才有国中什么霸凌啊，哇，那个霸凌有点严重，被霸凌的学生好像有想要自杀还是什么，那有点严重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就是学生，国中生啊 ，statue， 国中生高塔，国中生跟那个高中生发生关系，然后被拍那个拍照片，然后照片外流了之类。感觉国中生都不知道想什么，每次出事情都国中生了。小学生，小学应该还好吧？还是小学都是小学生比较少。都是欺负同学，学生小学生还好，小学生霸凌也还好。这个都不说哎、欸，
哦，没有，我在听故事，听得很认真呢、啊。黄色。你可能是走安全室，然后我们来在那边逛街。啊，什么颜色？黄色。黄。我、啊、靠背，我刚从黄色出来。好蠢哦，真的是。我讲啊，牌子出来喽之类的啊。有，我刚有去上面，就发现你已经走下来了，然后还在听故事。哦，怎么这样？还有手游啊？这应该不是萝莉控吧？浩存表示。我们门口好像有个着火的东西走进来了。OK， 不炸。好啊。我怎么觉得我走错啊？我干！怎么还有一只啊？不止一只哦。第五张哦。欸，黄色黄色，等他出去吧。欸，他走错边了，我靠！黄色的人就是在洗存在感啊。真的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你们躺在那边。黄跟波尼重叠。欸，好恶啊！双枪侠，枪在同一个位置。我要上去啊！快点哦！我全世界都等你了，别拖台前了。查真的、啊？哎、欸，别射，别射！烈火考验。没有，后面没有。后面没人了。有有。来，第一看谁能撑到最后。啊？我没点数了。我躲在浩辰后面。哎、欸，我在浩辰是这个。先把耗损射死，停到你后面。我看比尔被烤一拳，比尔就被烤了。能跟睡一下的人发生性关系啊？那是公诉罪啊！性，那个你情我愿的也不行，就对。不行，十四岁一定是不行。那那种纯纯的也不行，吃饭聊天。啊，吃饭聊天可以吧？可是还是有在交往那种。尽量不要了，学校应该都不会，不太喜欢看到这种。阿纯，小心点啊！关我什么事啊？我对萝莉没兴趣啊。可是你的手游怎么了？怪怪的。我手游里面都是成熟的妹子 ，OK。你老师要小心是不是。啊，随便玩一玩。啊，换图。那什么、啊、，Deadline 还是先挖沟。哦，什么 Deadline？ 地图啊，玩哪张啊？看一下。对啊，你看吗？你可以挑短一点的。Bloody Sunday 2， 是不是玩过啊？那个。哪个 ？Bloody Sunday 2。有。玩那个什么？看一下。哦，真是啊 ，Corn the Cake。Brother Noise 意思哦，那只有三关。哪一个？我看一下啊。这个。Fort。啊，好像没有装。哎，我在，但是没有装。感觉最近好郁闷哦，老师，看等了一个下午，然后到底有没有看啊？
所以耗损你大概是暑假一样。对啊，也不一定啊，看老师爽啊。老师就说爽啊。你暑假入营应该超多人的。嗯，我关一下伺服器哦。啊？哇塞，跑出去了。我同学是打算弄到八九月，但是我是觉得啦，老师不可能这么快就放我走吧。哦，可能如果你要选教育意的话，晚一点比较好，不会那么多人抢。八九月。是吧？不知道台北市的会不会等排很久？我之前听说台北的排很久。排很久是什么意思？人很多，台北人比较多，然后想当替代的也很多，然后那个他就会排很久。嗯。除非你是像肖哥那种已经逃到不能再逃了，他就是一直寄单子。肖哥不是说他每次都一定被收到单子？嗯。我劝你。不要像肖哥哦！啊，那肖哥自己讲的，他说每次都收单子，不是吗？啊？他不用那个当兵，是啊，就是他加音嘛。哦。加音就是爽。哎，他家音是哪一种家音呢、啊？住家里的家音还是无情处所在？那家音有分两种，有一种就是像九师哥住家里，还有一种只是你上班的地点离你家很近。那替代是给住的地方是吧？对啊，给你上班的地方给你住的地方，会他会提供住的地方。嗯，像教育的话，几乎都是住学校，学校的宿舍或是之类的。嗯，啊，如果你是市区的，像什么乡公所，你看那种乡公所、区公所里面那种艺人，他通常都住那种集中宿舍。嗯，结果很烂啊。开了，进来吧。不知道哎、欸，真的很难讲。学校不是通常都很富吗？啊，你都学校的？嗯，我这边我这间都是蛮破的，可是有别的学校的真超好的，超新的。不一定，我觉得很难讲。很难有什么完美的学校啊？你那小学是有宿舍哦？哦，有一间，听说他之前当初盖是要给校长当宿舍。可是他后来根本就没有校长，历任校长都没住过，然后就变鬼屋了。可是我有去过别人的学校的宿舍，看那俩超好的，有客厅，有电，房间有电视，有独立卫浴，他的厕所还超高级的，一个好大家，真的那度假像当大爷一样，那房间真的超好的。哎呀，那就超烂的。可是你说超烂的房间，我今天遇到一个，他房间超烂，可是他学校的人对他超好，他一天可以，他说他可以一个礼拜追三部剧，他几乎在学校几乎不用做事，超好。学校人数又少，然后老师事情都帮他做完。发现干实在太无聊了，再追第二部，然后发现还是不够，再追第三部。走吧。干他那一年真的是超爽的，真的超爽的。可是他住的地方超烂，在花莲。他在花莲，可是他
他住的地方是我们这边大概倒数的，超烂的，烂到不行。他就是那种，他应该也是没有台大宿舍烂。他俗称二刀流，他要拿着两只电蚊拍这样子，每天都要电电。哦，干老师有，贴那个吧，蚊帐啊！他妈，我现在宿舍就有蚊帐。哦，他真的需要，他的房间，他那个窗户是破到不行，那个纱窗是烂到不行的。他说他以前的学长都是电蚊拍两只，然后啪啪啪啪开始电蚊子这样，蚊子超多，十几只那种这样，又很难讲啊。他房间烂到不行，可是他工作的时候是爽到不行。哎、欸，你们怎么是站着的会去，不用担心。暗射到他。你们怎么进去了？哦，这边。哪里会去在哪里？车跑前面左右。哦，看到 ，Hunter， 我刚 Hunter 在跳舞。哦，跟，好能做事啊！哎、欸，看那魔鬼拳，嗯，快速通关。好的，现在紧张。嗯，其实你不是已经老师，你自己也没有得改。什么？来跟我讲话。反正等的时候就休息一下啊。嗯、对啊，等等你说我等的时候休息一下。啊对啊。等啊，你在只是在等老师改回来。等老师回，对啊。看我就是忐忑不安啊，就赶快再把刚寄给老师的东西再看一次，是不是哪里有不好啊？看老半天，他讲的我都改了，可是。他又会不满意，下次又不满意，又寄回来。就等他讲了都在改啊。对啊。他就跟我讲说这样子改很慢啊，说。坦克跑。正。有没有火？有没有火？我没点数啊，靠背。妈，我有裸血。我就一个点数。没有。没有，我有裸血，有血就爆了。趁这时候。小飞，我没有近战武器。再见了 ，Bernie。哎呦，被咬死！哦，这样没被打到啊？没有，他那鬼东西突然飘起来，打，快！把他笨蛋夹哦！对，好。看，还有被摸一下，你的小贼。收到加拉斯的背啊！我想说，你刚加拉斯跟在他后面，不知道在那边摸什么。我去看别的。枪啊！哎、欸，这个人怎么跟在坦克后面，然后也什么事都没有做，真奇怪了。好，原来放弹夹。这是坦克的小弟。而且学校，我今天又听到一个学校有两个硬男的，然后又不合，小心挑选。帮忙打一下，我被推倒。顶他！又把他推死了。对啊。奇怪，学校两个异男都很难和平共存哎，很奇怪。哦，一个不熟，异男不熟啊。我真的还好、啊。我今天遇到一个我高中的学长，他也是当替代在花莲，然后他的学弟是跟我同梯的。你的学长也在替代役，所以他延毕一年。对，他延毕。感觉太悲哀了。他搞教育的，就是比较文人思想。文组的事情，然后他跟他跟他同一个学校的是我同梯的、啊，然后他说他我被切，我被切，哎靠喂！然后他说他跟我同梯也完全没有交集，也不是交恶，就是完全没交集，奇怪。没有交集就是好交集啊！别动！真的说的太好了，没有，我看你有些。更奇怪的是，那、啊、你平常也没跟他讲话，那、啊、也没对他怎么样，啊、他就是想找你麻烦，这种人最奇怪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应该遇过？大学同学在研究所遇过、欸，哎，他们可是他们好像也没对没冒犯他，但是他就是想找你麻烦，想呛你。他们实验室写扣，我去。然后那个我那同学就是我不知道我同学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，虽然他有时候皮皮的，可是他不是会做坏事，然后他。他们有一次，
他跟那个同学突然就把他那个写好的 code 全部，他那个有一个 data， 一个 database 全部砍掉，超夸张，就是等于你好几个月做的东西都不见这样。你没有备份啊，太可怕。我不知道啊。后面报道。报道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你知道？到了。假的。有点的。那我 那个同学最后就直接换一间实验室，他手太夸张，干、啊、后面加之后面，啊，你就小枪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敢是小枪哦？放着笑屁啊！放着笑屁哦！马这边也那个在看戏的，笑屁啊你笑屁啊！哎，我在外面处理暴走，你们两个自己先跑，丢下我一个人，然后呢遭到报应又怪我没跟上。那你在笑什么？我就觉得太好笑，因为看到一个背影，看到你一直被一直在敲地板。Reload。Boomer 跟 Charger。Boomer 死了。没有看到 Charger， 我倒是看到死哦，有前面。小枪，有是有捡走，队友刀，队友借近战。好好好，来，加拿大师，赶快来拿近战，免到时候会在那边挨叫。不是，我现在没枪，我现在没枪了，我没有大枪了，所以我要小枪。好，我要装登山国武装。他把他删掉，他怎么讲？还有那种讲法吗？他怎么知道？因为其他人看到啊，其他人看到了，这么一共装满了。我看啊，我被抓了，被抓了，楼下。可怜的孩子。反正他们就知道是那，反正他们最后是有查出来是那个人删的。那教授讲什么吗？教授，哦，前面有布幕。干，还有剩21发子弹。反正我同学就觉得很靠北，然后他就换一件实验室。教授没有讲什么，教授知道我这个垃圾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他们，我没有问他们教授是什么反应。没有备份真太惨了。好，前面那个好像是会群。哎、欸，会群，看你老师，差点就射下去了。对对，你差点一枪射在脸上。怪还好。这世界怪人很多啊。真的。天正、哦，这有个楼梯，先走这里，收集一下物资啊。哦，这里怪怪的。这有拍棒，敢至少我是不是那种会阴人的哈？啊，有时候真的要看运气啊。安全是机关算尽，你也是不知道你到底选到什么。你们怎么上去啊？走楼梯啊。啊，楼梯就没办法了。通过砖。拿你去拿个子弹，然后下去帮他、啊。对，过来啊！哦，我没有拿子弹就来了，不好意思啊。这个楼梯上去。对，越。哎呀！他很愤怒，那个 smoke 刚弄他。啊，是可恶 smoke！ 哎，现在到了。对啊。我们关起来。我没有补爆，我快死掉了。看今天是罗雪儿小队。罗雪儿小队，要在罗雪儿小队哦。啊，把球踢掉。看罗雪儿小队，有劝你不要抢我们罗雪儿小队哦。别的小队已经让我受够了。别的小队那里只是最后一个，而且他们很 carry OK。哎，现在是什么小队最强？目前是尼克小队。哦，不对，是 B 二小队，尼克小队全部死光光、啊、，B 二小队是唯一存活的。尼克小队是被你干掉了啊？什么？尼克小队是被你干掉了？尼克小队是被我干掉，哪有这种事？劝你不要污染我。不是，最后要上去的时候，你还顺手开了一枪，结果他就死了。哎、欸，那是擦枪走火 ，OK？ 你懂不懂什么叫擦枪走火？你要在安全室射他，是不是？
真是哦，对啊，那个装甲车啊，然后所以一直说要等那个啊哦台铁，然后等不到，就不是台铁。哦，对，后来是什么飞机哦？后来是一个装甲车。后面一个装甲车。好啦，来补我，补我血哦。不要以为我。哎，补我血哦，有没有多有多宝？这有个多宝。啊，被软碎捡走了。哎，看有没有多。这样子没多，没有多了。没有多了，算了。好，没有多了，那就算了，算了，算了，走走走。目前最强战力最强应该是我们的第二小队。还没有多一点东西了。警棍。坦克你好，我好像在那里，我有点惊惊怕怕。你先上去，我要准备丢火。没坦克哈，我一起烧是吗？你在上面，我怎么跟你一起烧啊？哎、欸，坦克哦。那窝火。里面丢。哦，我也丢了，好。烧到了，烧到了，跑跑跑。英雄，下去哦。哎、蹲好。哦，螺旋，螺旋，螺旋。哎、欸，卡住了！他找螺旋 了，他去找螺旋了，螺旋起飞了。射他脚脚，射坦克的小脚脚，他射他的三寸金莲，跟他下来。三寸金莲，我去洗个衣服。那我这个时候上去洗衣服。暴走 ！Smoke，Smoke 哪里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而且，怎么回事？啊，这不是小贼？闲置啊？怎么会这样？他去洗衣服啊？哦，我不知道他突然去洗衣服。要，那我们不等他吗？你等一下啊！看罗学在给我们玩门，看你是皮在养。哦，回来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这时候下来上了。衣服啊！不要！我刚以为我刚以为我学长洗好了，又还没。等一下再看。因为制服就两件而已啊，不洗不行。今天去那个教官，今天去给教官集合。哦，在花园是用走的。哦，拍谁？你流汗，制服都湿湿的，臭臭的。嘻嘻，臭臭。你进去，快进去。亨特，哪里啊？哎，他在外面。摸了我一下。的，我以为他在里面。那个洞，有洞就钻。快射了，快射了。有楼梯就爬。全部嘛。前一队了。一个一个走，没有，我离你远一点，你们先上。感觉 boom 在我正上方哎。对啊，感觉在正上方哎。看不到。一二三，跑跟飞的一样，难跟上他。你等一下，他被扑倒了，就哀哀叫。没这么菜好吗？没东西。没子弹了，哦，不可，没事没事。那个洞。看亨特，
有亨德。干，那就是刚刚下面不要跳下去，不要跳下去。那是热门。干，对不起，我被打伤。没事。我被扑倒，我被扑倒。老师有救了你。对呀。我刚刚只看到他肚皮，没意识到那是一只乌龟。哦，哎，啊，这怎么倒？老师在哪里？哦，我不小心一棒打倒他了。干，恩将仇报哎，人家救你哎，那是不小心的哦。他好像黑白。往上走，往上走，到顶楼。蓝色应该黑白。那死一个罗旭尔，还有千千万万的罗旭尔。对没？没有。那什么声音啊？我以为是语音呢、啊，不是。哎呦，跳过头！哎、欸，什么东西爆炸？榴弹，弹枪。哦，下面有补包。哦，走哪里啊？下面啊。哪里？哎、欸，这个楼梯可以爬。补包弹药。来来来，老师，哎、欸，来扶我一下。哦，去去去。感恩。哎、欸，僵尸，僵尸，僵尸。哦，看来要开这个炮，把那个下面的位移打烂，然后我们从这里跳下去。按喽、哦。好、哦。好、哦。好、哦，真的是哦，那也没办法。按了。按。好。好。有吗？我这边下去还是有梯子。欸、那边是位区啊。你们看到吗？嗯。哪里啊？那边。哦，那个门哦。哦，有哎、欸。要把它打掉。射不到，这个枪太烂了。放心，油瓶一定丢得到。因为我不知道我队友打不打得到。你能丢火吗？好、哦，烧到了。坏了，我要打他哦。看到我在射，我在射。那只卡住了、啊，他找不到人，对。有了，多少有一点。哎、欸。来了，嗯，烧死了。哦，对，哦、我没有看到他的血条哎，他烧死了。我看到他血条还很多血、啊，是吧？应该是，我现在是判断不到我们在哪里。下面有只 Jockey， 你不要下去，你不要下去。拿着我的小棒棒。小棒棒，你好的。哎，你看，哦，还有一只顶棒鱼，哦，容易爆炸。快走快走，这边有棒棒，还有嗨棒，还有 pill。Appeal。我吗？你没丢那个？哎，走哪边啊？感觉是要走这里面吧？可是那火还没熄，等到火熄吧。这是火吗？那这边有晃吗？好像都没有其他路了，应该等这火熄。可是，哇，我的天！哦。好好，行行行，过过。这样，你要直接烈火考验是不是？我刚以为他是那个透明的火，假的火，远处的火，假的。Chain Smoker， 哇，换弹夹靠背。哎呀 ，Jacky Jacky。差不多罗雪儿，走走。哦，那木头，哎，坐电梯。哦，不是，电梯假的。假的。先上过武装。
我吉他，我吉他，再两个了。啊，罗西尔是不是倒了？怎么回事？你都没保护好罗西尔。有布吗？哦，刚好被射了。哦，好，很好。我就往，他大概在楼下往上喷吧。我没看到他，你是被射了。他死了吗？还没死。是啊。哦，死了。对啊。哎，看我怎么拿到一把你们用过的枪，子弹。还有一只布吗？刚刚那只布没死啊，我看没看到他跳出来那个击杀布幕啊。我没有子弹了，要走前面。我剩下68，我剩下78。哦，哦，哇，直接把 BD 死，快速通关。哦。Oh, 不是这边，另外一边。哦。我的僵尸要冲上来。吉他。资源开始被烧。哦，被扑了，被扑了，被扑了。哎，我不是顶到他吗？又到躺地了。我刚才好像有人从我后面劈了一刀。是我。不小心看到了。我觉得不是，哎、欸，后面，快走快走，好好好好，哎、欸，不行了不行了，看到我很快乐呢，哎、欸，这边有一个不安全室吗？赶紧赶紧去去去，你什么哥？吕博再见了再见了，啊，不要跳起来你。有桌子不跳起来怎么过啊？我把打掉，我把打掉。关门。那就翘啊！有桌子当然要跳过去啊！我想说我正在打，明明就快把他打死，然后你还跳一下，然后你的头就刚好挡到我的弹道，然后就被爆了两发。哎、欸，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要重新连接伺服器？那奇怪，可能这个地图有问题，看一下发生什么事啊？哎、欸，没事。点的，没事。那、啊、什么黑黑的？人家可能还在载地图、载路当中。哦。No， 11点还没洗衣服。哎，好想看毕业哦！干老师那边，我没有其他论文可以看，真的是。有话就一样话葫芦，要不然就不会被盯那么久。这种是一种考验啊！干，我根本不想这种考验，乱七八糟。烈火的考验。你要坐电梯啊！这游戏很爱坐电梯啊！不是说逃难的时候不能坐电梯吗？没有资源，没有资源啊，混蛋！哦，后面的大炮。哦，靠的 shit！ 嗯，外面有包炮，下杠。那帮我补。补哦。没救啊！哎，别弄，救啊！这个没救啊！好像可以再补吗？是。有这种半自动下杠有好多啊！哦，呀，僵尸从哪逃出来？嗯，哪里？小心 Hunter， 那家 Sitting Together， 一二三，还有在后面呢。你现在跑这么前面？没有，我在你前面啊！突然爆出一群僵尸，不等一下换杰吗？我不理你啊！我要去跟换杰。等一下，我先自补一下。换杰是比较强大的队友。看，凭空冒出一群僵尸，哎，超怪！小心康德啊！还要有人要被 play 啊！僵尸，僵尸很前面。来，刚打死两只康德，还有两只康德在那边抽。你不要以为就是没有人看到你就可以虚报那个数字哦！我看，但是有一只啊，有一只 啊，有味觉哦，有味觉、哦。本来就死在那边哈、哦。他哪有这种设定？味觉在那边地上，然后就看到了。
交给浩辰。啊，更有事，刚刚一个那个靠背，把我第二方打歪了。但我大累，浩辰不要虚吧。刚刚有个那个哈。那就要是凯霍，凯霍我错。四十七就是我开的，我那个真的是很怪的一件事。小人 Jacky， 走哪边？那边哦，看到。这设计是蛮奇怪。突然想到跟 Hacker 那一场，真的是太经典。哪一场？就是你一个人跟那个、啊、坦克单挑啊，然后就跑了、啊，然后就剩你一个人在场上，其他人都在直升机里面。然后黑客呢，就为了救你，就冲出去了。哦，我好像有印象。他就绕了一大圈，我以为到隔壁了。真的，我那时候我一定要进来，他要冲出去、啊，他要冲出去，他很兴奋的冲出去。走、欸、哪里啊？有看到无线电之类的吗？没看到哎、欸。Bill's here. Bill's here. 嗯。哎、欸，后面很多僵尸。哦、oh, ，Jacky, Jacky, Jacky, Jacky。再见喽。我干掉成你在说什么？哎呦，被吃了。啊，你看，马上。哎、欸，我也是为了救你，我是第二个赶到这边来的。你不看看，你不看看一二三，不要再讲了。妈、啊，要是我没有，你早就骑到死了。要不是为了救他，我也不会被骑啊。哎、你怎么下去啊？我、哦、直接摔下去了。哦，那边有楼梯。哎，无线电啊！啊，还有枪啊！感觉补包。好，我补你。找一下资源吧。补包在哪里？他怎么做的有点像 No Mercy 啊？你们有发现补包吗 ？Nope。有弹药啊。也没有。哎、欸，好毛啊！太棒！看那根肉棒而已。哦，我枪去，上面。哦哦，差一点，差点就要下汤了。进去放完。哦，这还不是汤哦，这很高的楼、哦。非常的高，这里有一个嗨棒，把我冲伤了。看来就是要按，没有，刚好无线电，没有物资，有啊，这很危险。六多、啊，那就开始了吧，就没什么资源。那从哪里？从坡喽，可能又买了喽。是有洞，天花板有洞，没有那么好走。至少这边枪是无限的。哦，一个老师，我被骑，我被骑。然后从屋顶突然跳下来。嗯，走哪里啊？我觉得守这张桌子算了。可以守另外一个房间啊。因为这边枪直接拿就不用换弹夹。哦。开始。而且现在障碍物蛮多。你上。有时候上面掉下来。等等等等，不会压制。好，加自己走正门。好，再启程，开始吧，开始吧。Smoker 在上面，他应该走下来，没射到他。Charger 在我这里。哦，还在撞那个木箱子。哎、啊，坦克来了，看到，我救火！哎、欸，啊、哦，救命！
呦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！打掉了，那个石头打掉了。杀掉，杀掉，杀掉，杀掉 smoke。好，你小心啊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哦，怎么打的？我砍死他！靠呗，操一下，静静的，静静的。有加基哦，小心把室友被拖走。好，再见了。你要救老室友吗？啊，干 Jacky！ 哎，摸了我一下，真他妈的！好，好，好。哦，丢衣服啊 ！Charger！ 哦 ，OK。One punch。苏猛。Split， 那特改很多哎、欸，可能是因为我伺服器的关系吧。有两个的。一二三，坦克怎么去啊？嗯，来啊！哇！那个直击最锤死。就是 Rafael， 把生命化为点数。看来我要走上去那个平台了，搭直升机啊！大家有看到那个平台吗？加！哎呦，队友！怎样？哦，我醒，我醒！看看看！再见了，各位！看，你没收到？打掉，打掉！坦克啊，坦克比较有问题啊。哦，我再有个，去去去。看到罗斯要伟大牺牲。他没有牺牲啊，他没有牺牲，他活着。你看，浩辰，浩辰，你又想干嘛？没有干嘛，我能。不错。简单扼要的图，然后又明亮。嗯，警告成给几颗星？四点五颗星，不能再高。这么高？四颗一定有。亮，然后没有点鸡巴的关卡，大概就十分了。杀掉 Hunter 数量，杀掉 Boomer 数量，是不是？我们就跟你一样，杀掉 Smoker 数量，杀掉 Jacky 数量，是不是？杀掉 Splitter 数量，受到最少伤害、最少误伤队友，是不是？太强了！无血 carry。好了，还要玩吗？去洗啊！不够可以啊！十一点。
要玩吗？来休息。可以问哈克，问幻杰。幻杰，他是不是已经下线了？没有啊，他去丢衣服吧。幻杰，怎样？还要玩吗？现在几点？11:15。我可以啊。你要玩什么呢？玩个还什么？你们想玩什么呢？你玩坦克系列吗？好啊。还是要玩方式啊？长城的。哦。方式还是 Mario？ Mario 是马里奥那个？还是玩长城？是 Arena Challenge Fever？Playground，Big Water，哎，Big Water，长城的图我不知道还在不在，之前重，哦，之前重装我就好像没有了，坦克系列啊，长城哦，马上打一下。他名字是什么、啊、True 方式 TRUE 空格 FANG SHI TRUE 欸我要怎么找 嗯，再念一次。T R U E， 空格 ，F A N G、啊。哦，看到 S H I。看到，图片是那个红色的。嗯哼。啊，对对对。哎，这么大。没关系，相信花莲的网络。哦，你要重载啊、哦？对啊。之前好像删掉了。对、啊，应该是删掉、啊。哦，5分钟、8分钟、7分钟、6分钟、5分钟、5分钟、六，哎，好，等我一下。可以直接玩最后一关。对啊，那玩最后一关啊。这关这么好玩，不玩吗？看看吗？我图也是超多的。啊，肚子饿了。Grab it a shot. I got these pills.是谁？那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？哪一个？什么长城哦？嗯。T 开头啊？什么 ？T R T R U E。出什么、啊？有出方式？什么、啊？方式？哦。哦。两分钟、哦、好饿哦，吃东西。
所以是明天你要直接去你北车是吗？还是你要来学校？我去学校啊，找老师 PK 啊，不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这样，后头是北车。因为可以叫什么的？岛生宴啊，我办啊。哦。那他要付定金，那、啊、没办法汇款，那只能拿2000块过去给他定金，定20个位置。你们是哪一间？凯撒饭店。哦。应该不错。对啊，大家都投凯撒，我想要的 C 体竟然没人投。凯撒我记得不错。听人家讲，我没吃过啊。嗯，就凯撒。没钱啊。那钱吃那个东西啊？那你怎么会想要吃 CT？ 你们不是说那是安全牌，一定 OK 啊？我就吃一看 CT 啊。CT， 我好像，哎、欸，我吃过 CT。因为我记得我们成大当初也是去吃不知道哪一家大饭店，然后在台南啊。哇靠，他妈有够糟的。你该不是吃后站那间吧？我忘记了是哪个大饭店，反正我听说后站那间超晚的，一往上跑啦、啊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你真的是，等一下被拖走真的是没人救你，我就看你那边抽，如同你刚刚看着幻姐一样，在那边被哀哀叫，真的看完幻姐放看你，怎么会这样？重开一下游戏。僵尸会蛇形哎，一样。那还有迂回跑法。这两个在对砍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两个要 PK 了吗？哦，方式，哎，走开！哦，有人射了。干一次两次 smoke 哎、欸，怎么会这么恶劣？哇，果然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行不行不行！你重新就直接从第一关开始，你就傻逼你！你好好反省反省吧你。那不能重新这一小关的吗？不行。什么？给我按叉！大不了补你，不可以按全。Hey, I'm reload. 妈，你按个圈，我一路打到12:30了。我跟你讲，没有近战武器啊。等一下，近战武器那边没有，你要去下面的城堡在那里才有。啊，现在去哪？快！下次已经迫不及待，已经冲出去了。他对抗如潮水般的僵尸，只能不停的后退，然后不停的损血。啊，没有损血。冲啊！哎、欸，好开始！地面有点凹凸不平，枪法有点歪。这个没有近战武器要怎么玩啊？里面就有，里面就有棒子，里面有棒子。哦，棒棒。六拍棒，能够够够够够，你丢楼上吗？对，没错，丢你，棒槌，够够够，我这棒子速度很慢，超他，这很棒打到谁呀、啊？往前面打到我，一锅潮水，爱如潮水啊！这不叫潮水好不好？你忘记我们有一关。僵尸多到整个伺服器荡掉了。
而且我发现我自己开那一关，它也是会爆掉。哦，你说会不会那个吗？对啊，那个图有问题吧？对啊，那图有问题。我自己玩也是。那个看起来很多特感，还是很奇怪的那个。拿弹药，冲出去！哎呦，潮水啊！这怕有人改过。哦，更有是这个地图。你们在帮我打、啊？我是怕射到你。你不用怕射到我，你刚刚已经丢一个炸弹在我脚下了。你不是我丢的，谁丢的？那一定就是某个人。哎，妈的，一定是卢雪儿丢的。这关拿 AK 有点难瞄啊。要雷射瞄准，我觉得后面也有。是吗？那躲一躲。打到一只 Jockey， 很矮那只。他是打到坦克 Jockey 还没有。好，应该。哦，跟。哎、欸，没有爆，没有喷到。没有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没有没有，可能距离比较远一点。对，要超定了。我 charger。他们血人精。他在乱放狼子。拿物资。有包。看我把开棒丢到楼下去了。我已经丢火，所以僵尸暂时不会进来。哎、欸，你也有拿包了？怎么包不见了？有啊。包。在哪找？我不知道。来了，他们，我没了。我来一个远处的支援。我的妈呀，怎么看不到？我枪手。看我们家是要互补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他记不记得？不愧是我的队友。不是啊，都是帮我补的。你这个愚蠢家伙，我等一下就。我直接去前面先杀他。不要这么危险！布马，加提，加提，有布马，加提，加提。我不想走前面，哦，布马死了，上。哦，看，在哪里？我，不是，加是一个一轰一发，我一个喷血啊。哦，不然打到什么东西啊？你打到我。哦。还是不要拿这个，会太危险。我补一下。哦，不用你补我，你先补我，等一下我再补你。你要跟坦克打，我要打一波出去。有物资哦，对。我掉楼下是不是？是掉楼下。我觉得 smoke 在后面尾随，我干，谁打我屁屁？后面，啊呀！咋了？坦克，火，对。炸了这小子！西啊！报告。冲啊！榴弹枪。哦，你。一出门被太阳晒到手臂就哦哦哦，更，那是那是无法，我是要引领公关，我要当上换支枪了。不错，
这把不错。要不要拿我的榴弹枪？坏了，有没有？都没有屁股。下回说。嗯，你看是不是下回说？对啊。谁？豪哥。豪哥。不错，大家做实验，做实验能毕业吧？很难讲，老师欲望越来越高，很难。哦，惨，我要倒。很难不伤到队友啊！万景先站墙壁边边，站旁边，然后守下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了，快跑！小心！你先站角落守一下，我补你。哦，太多只！啊，倒了！还有谁啊？啊、走开！气死我！乱挡哎！加血要补吗？是帮挡幻觉吗？守一下我后面的 AP。哦，算了。啊！那往后面放火啊！插针。第二，现在看七十。干了。对啊，七十奇怪，所以那用量很少，也很奇怪。出影子队哦。对啊。拍棒，点拍棒 ，Go Go Go！ 有没有坦克？快点放火！哎，放火！不要大意，坦克应该在那个前面等我们。对，过去。我收到什么东西？哦，我刚才说收到什么东西？怎么这样？怎样？怎么这样？怎么样？啊，倒了！啊、怎么这样？没办法，没办法，赶快进来啊！没他、啊，你自己射倒了，不敢救。我救他，救他，快死了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我就纪念了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你就是他哦。浩辰就是你。每次都想把队友射倒在地上，但是刚刚就是他射的，刚才是他射的，这是有够厉害的，有坦克、哦，哎呀，没想到如雪都撑到最后两场这样，真是太神奇了，杰克，看来如雪才是最强战队了。浩辰的考验，真的。怎么会这样？射倒了，他在说怎么会这样？受到最少伤害。哇！哦哦 ，Rosio， 什么 Rosio？ 肉色小子，这家伙 ，Rosio 小子，看起来太棒了。他比我们三个加起来多哎，他才是 carry 的那个。
就有一个恶意玩家一直射特拉。真的，罗斯特看保护这么多还被射头，队友射倒，队友够累。啊 ，carry 这些，累吧？没有，只是想要。要增加一点难度啊！考验我的队友们，看到电脑倒下的时候会不会去救他？没想到大家还是有爱心的，会去救，是不是？看你都通过了我的考验呐、啊！老师，老师，耶！休息哦，休息拜拜。